好好生活，看好台南房企发展以及消费能力，特别进驻台南大湾吧。开设了这间全台上大、总共180平的百货门市，希望会当提供予消费者更加多元、更加舒适的购物体验。他们的商品很多样，然后就是家里的想要设计的东西，这边都看得到。然后就是如果是要像是寝具啊，或是抱枕这些，都这边都找得到，所以就觉得这里很方便。来到好好生活，首先会当看到青春设计购物空间，不管是各式的家具、电动沙发、好名制作所，以及女性朋友上爱香氛区，伫阮把这间门市一概就会当买透透。我们相信，其实消费者每一刻的每一个生活的一个任何时刻，都应该有一个独特的记忆与感动。而这些独特的记忆与感动，每个人所偏好的不同的家居风格，都可以在这个台南大圆板成功店里面的后影找到。因为我们有全台最大的四大风格体验区，甚至还打造了一个睡眠体验区，让消费者找到一个抓到自己最好眠的一个睡眠密码。除此之外，其实在后椅里面的香氛也是我们创造一个居家记忆的一个 不可或缺的小物。在后椅的香氛里面，我们有刚得奖台湾经典设计奖以及荣获德国红点设计奖的五月香氛。五月香氛的基本上每一个的售出，我们都还会再捐赠相当的收益给台湾的山林富裕协会。为庆祝第13间门市在台南开幕，好好生活公布推出三大开幕优惠，分别有满额送、下载送以及每日优惠等三重优惠。最近想要换家居的民众，不妨趁着这波优惠好康，一概来买足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